董哥，别着急，牛群让他忙他的，我陪你过年。真的？哎，这就是亲哥们儿啊！当然是亲哥们儿了，我们俩往这一站，就这形象啊，就是双胞胎呀。啊，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，那眼神得多差呀！追求都一样，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我要去拍电影，我就搞制片，我要演英雄，我就演模范，我要演地痞，我就演混蛋，我要去做小买卖，我就把地摊练，我要拿人一颗葱，我就瞪人两头蒜，我要偷人四个土豆，我就顺人六个鸡蛋，我要进了看守所，我就进，我天天给你送盒饭。你怎么不进去？我是公安局的内线。倒霉倒霉，倒霉了！新千年，对，咱们得干点正事，没错，是不是？董哥，哎，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？啊，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，对呀、啊，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。哎，啊、我得帮帮他们。对对对，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？帮哪个栏目啊？哪个栏目弱，你就帮哪个栏目。太对了，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。哎，这个焦点访谈呢、啊？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。还不弱呢，不弱不弱不弱，一个人往那一坐，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，多单调啊！你要用，你让依你的意思怎么着？水均益啊，方鸿进他们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儿啊，竹板这么一打呀，是憋的三夫垮，我垮一垮，陈同梅是狗不理包子，这狗不理包子。啊，它究竟好在哪儿呢？啊，它是包皮大馅十八个褶，就像一朵花。这是形容包子，你可不能乱用它。对，说这个姑娘长得美，就像一朵花。哎，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。怎么样？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，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。真的，到那时候，不不不，我就这时候。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，怎么样？啊，在这儿？对对对，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。哎，来不了。怎么来不了？没带板啊。没带什么？没带板。我带着的。我带。不是你带他干嘛呀？你又不会打，人家那玩意儿打出花来，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，谁听啊？打花好，旧社会要过饭，没赶上啊！少废话，焦点访谈开始了，这就还有乐队，是钟板这么一打呀，憋得咱不垮。你今天的焦点访谈，咱要说点嘛？咱要说点嘛呢？哎，咱要说点嘛？哎，咱要说点嘛？你别老跟着你啊！我跟你、哎、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自强国家。好，这 WTO 啊，力度还挺大。它包皮大馅十八个褶，它不能是包的。废话吧，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。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，终于拿下。对，这美方代表，她还是个女的，刚把协议签订完，她又把条件加。嗯，今晚宴会，我不想吃别的，来他半斤狗不理，我一口能吃下。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，可一见包子端上来，她直接用手抓，那嘴还直吧嗒。不错不错，味道好极了，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。 这期访谈是由我播报的，哎，我叫水俊逸，是就像一朵花，你可千万别说我小水长得像包子。啊，那我叫郭冬临呐，哎，我不像一朵花，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，我确实像包子。谁像包子？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、哦？能这么改吗？不能这么改，绝对不能啊！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、哎，我改体育节目去啊！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喽。真的，钟板这么一打呀，
别个咱不夸啊，我夸一夸，夹耳帘才是狗不理包子。好，开始开始开始，那什么？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，对吗？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？不许啊！体育节目，你得唱京东大鼓。京东大鼓，据我所知，全国就我一人会唱。火红的太阳刚出山，朝霞布满了半边天。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，一个老汉，一个青年呐。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，他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。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了，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。桂兰庙接扁担，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。你别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，那个大木件颠，不搁上袋儿它也不弯，搁上了袋儿它两头颤，那个大木件弯，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！憋死你！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，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，真的。到那时候啊，别那时候，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。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，再加上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，对对对，来不了。怎么来不了？我没带三弦啊。我带着呢。你带？王秘书把三弦拿来。弹弦子的还有秘书？废话，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。行啊。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。啊？能不好吗？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。哎，唱什么？女足。红的太阳刚出山，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。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，几个？不是11个呀，一个老汉，那是教练呐。介绍队员。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，多大？25、26岁呀、啊。没准儿。后跟他的女儿，不是女队员，都是巾帼红颜。孙文队长可不简单，他挑着担子把球传。你看这个球，他薄皮儿大馅儿18个褶儿啊，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。刘爱玲要接扁担，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。不是孙文说，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，射完门啊，咱再抽烟呐、啊。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，他两头窄那个裆部件宽，不搁上球他也不颠，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件颠，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、啊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孙文猛然把门射好，那球进没进啊？你等一会儿。之前这个球位怎么样？奔着那个门儿。我不问你进没进。你要问这足球进没进呢？下回转播接着谈。怎么样啊，这么一播，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？说你挨揍是肯定了，哎，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。有这么改的吗？啊，你改栏目我不反对，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，你不能胡改吗？对啊，董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向你们保证，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。这就对了，我改天气预报去。他又来天气预报
出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，还得是天津快板。对嘛？可钟板这么一打呀，是雪片大如花。我仔细一看，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不你的思路吗？我的思路是说，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，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。真的？哎，那我们继续欢迎吧。在这儿。对，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。没错没错。来不了。怎么来不了？我没带。没带什么？我看出来了，全场他最坏。哦，我会什么你带什么，我会什么你带什么。吉他你带了吗？对，我还真没带这个。用我们行话叫给他。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。哎，塌了板儿。石秘书把我给他拿上来。呀，他也带着秘书呢。哇，我还是个女秘书啊。废话，男的谁带呀？行吗？什么这？我试试。自弹自唱。我梦中不能没有你，即使黑夜永不再来。我的心中不能没有你，即使我的心很就这种水平，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齐短，贫不贫呢你啊？来，现在就开始啊！天气预报，一、二、三、三，听说过没见过未来的天气呀？花就掉，两千年前就是装逼，风一跳，雨又顺人民心反应呀，我有风。外国就不刮风，刮几级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呀！板这么一打呀，憋得咱不刮，不刮刮一刮，观众没声都是你爸。好人都说我短命没，就将你刮刮。是啊，其实我看观众才是都是你爸的。我查到你了。该我们俩给您表演了。对，该我们俩给您表演了。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哎，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文武老生演员谭正言。嘿，鼎鼎有名啊。在我身边这位得特别介绍一下。您夸夸我。不是一般的人物。嗨，那不敢当。名门之后方旭。哎呦，可不敢当不敢当，您多栽培。提起这个方旭啊，想起一个人来。哪位啊？他也是大大的有名。哪位老艺术家您说说。哎，他呀就是方旭的爷爷。可不是我爷爷方世玉，没听说过。那你爷爷还是黄飞鸿呢？没听说过。那是叫方荣祥啊。哎，不错，方荣祥方先生，这都是我们的老前辈。老前辈是我们的老前辈。哎，我们要多多向他们学习。是要向老前辈学习。而且呢，我们要学习各家的长处。对，要博采众家之长嘛。哎，不错，比如像舞蹈。哎，要学武术。哎，得学呀。地方剧，那更得学了。还有曲艺。是，说起这个曲艺呀，我特别喜欢相声。嘿，您喜欢相声？哎，嘿，巧嘞，我也喜欢相声。你也喜欢相声？我喜欢呀。这不巧了吗？这不是？这不是巧了吗？这不巧了吗？这不是？这不是巧了吗？不是。那相声可有四门功课。哪四门功课？您说。跟咱京剧可不一样啊。咱们京剧是唱、念、做、打。对。哎，相声呢是坑蒙拐骗。没听说过。那叫说学逗唱。哎，你这怎么跟我这不一样？什么叫我跟你这不一样？我这是准的。哦，说学逗唱。说学逗唱，那我们俩得给大家学一个。那今儿给大家伙学一什么呢？学个双簧。嘿，双簧更好。哎，我就喜欢双簧。双簧得有桌子。对，得有个桌子。上桌子。哎，宋老师您给来桌子。来了，剧务又来了。全场的，全场的。您看这位置成吗？合适吗？好，哎，好，谭先生合适吗？方辛苦，辛苦，您辛苦，辛苦，三位累的，好，哎，有了，哎，齐了，这个分一前面一个后边，那您长得俊俏，
您来前面这个，我来前边。对，前边看的是八头卖相，这后面看的是说学逗唱。那咱来来，咱来来。哎，慢着，我得先梳梳头。对，您得把您那小辫带上。哎，带上您的小辫再一看看，嘿，这谭大少的精神了就。走你，嘿，好。慢着，还得化化妆。哎，对，还得化化妆。这不化妆啊，不知道。一化完妆，您再看看啊，就更俊俏了。哎，一个二饼，走你，嘿，好，好。一看啊，谭老板平时就比较注意个人卫生啊。怎么呢？戴着口罩呢吗？你少来吧你，咱们开始行不行？开始。哎，这双簧还有一规矩，您知道吗？还什么规矩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我知道，这不是朽木吗？朽木那是你，这叫醒木。醒木啊，对，醒木。这醒木一拍啊，您就不能动了。哦，要想再干什么，都得听我的。是这么回事？我让您干什么，您就得干什么。没错。那咱来着。来来来，哎，来来。谭大少啊，谭大少，你也有今天啊。各位观众您看了吗？这醒木一拍他就不能动了，他要想再干什么都得听我的。嗨，我给您做个示范您看看啊。把右手伸出来攥拳，伸出你的食指往回圈，再圈搁鼻子尖上，俩眼看手指头尖，把手拿开，笑，再笑，使劲笑，您看了吗？近亲结婚害死人呐！你才近亲呢！跟您呐开一个小小的玩趣，咱正经开始。那咱开始。有好的没有啊？哥，咱来一个这个。哎，小孩的儿歌怎么样？小孩语啊，嘿，这也好，这好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哎，不过这小辫啊，得稍微哎，您得歪着点儿。哦，哎，对，过去有个老话叫这个。歪毛淘气儿嘛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看电视剧的小孩小辫都在这边，是不是？是这样。那咱来着。来来来来，有点意思。来，谁跟我玩呀？打火帘火帘火帘花呀，买甜瓜呀，甜瓜甜瓜苦啊，我卖豆腐啊，豆腐豆腐烂呐，我磕鸡蛋呐，啊，鸡蛋鸡蛋磕。啊，往下我不说啊，鸡蛋鸡蛋磕，往下我不说啊，鸡蛋鸡蛋磕，往下我不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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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说了吧？哎，你怎么站起来了？这什么玩意儿啊？太缺德了，你这个，我说怎么给我挪歪了呢？这不怕扎着你吗？对了，脑袋直接见桌子呀。这个儿歌我不熟，来熟的呀。哎，要不这么着吧，咱还唱唱。对，还唱京剧。唱咱们京剧啊。就是有熟的你不唱。哎，但是你可不能唱花脸。不唱花脸，我给您学唱一段老旦怎么样？老旦你也行？你喜欢吗？喜欢啊。哎，那咱来一个这个四郎探母见娘一折，有一段这个一见娇儿泪满腮，这段你行？怎么样？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哎，这段好，这段好，好，哎，老本行，活活没死。一见娇儿啊。
长白，直杀的杨家毫不悲哀，儿打过长枪来死怀，你二过断剑下他民夫阴胎，二三过马踏日泥快，我的儿你失落翻榜一时无灾未曾回来，唯有儿我的把心情开，效法为僧吃着带五台，儿路的镇守三关为元帅，最阔滩你骑的他北盘红啊，绑着载着八角树上乱箭穿身无耻咱个卖娘子说，俺们嘎达都是东北人，俺那嘎达特产高丽啊参，俺那嘎达猪肉炖粉条，俺那嘎达都是活雷锋，俺那嘎达没有这种人。装上酸菜吧你！你怎么又站起来了？脑袋都快摇卸了黄了！你这是老蛋呢？我这是捣乱，别挨骂。咱呢，还是给大家拜个年吧。给大家拜个年吧！祝您虎年大吉！今天啊我们仨人给您说一个，哎，难得呀，三个我先说，仨人相声就怕碰瓷儿，哎，仨人说相声你一句我一句摘开了说，对，观众听得清楚，仨人一块儿不行，沉住气，我们仨人说一个，哎，我叫谭正言，我叫徐孟科，我叫我们还有研究生班没介绍呢，狡猾，话还能不让你说吗？这都挨着个儿，谭正言、徐孟科，挨着个儿的介绍。别着急啊，有你说的是。谢谢大家，我是京剧演员谭正言。是。站在我身边的呢是徐孟科。对。站在徐孟科身边的呢是谭正言。是。今天我们呀、闭门。我们还有工作单位没介绍。还没到，还没到。我们三个人呢能够站在一个舞台上是第一次、是我非常高兴、嗯、希望把更好的节目奉献给观众，没错，当然能耐没有多大、嗯、不过我愿意表这个态、嗯、把这个节目演好，你呢？哎，我也愿意啊，我也闭嘴，这话查的老不是地方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住啊，对不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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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词儿没有弄好，对，生词儿，生词儿，来你也表个态，等着呢，闭嘴，该说不说，给你机会了，这都凉了，抱歉啊，抱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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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今天出现这种状况我们都有责任，有责任，有责任，这个其实呢我们还是很愿意把这个节目演好，对，仨人的相声，这样我们三个人给您来一个小段，对，仨人来一段，仨人的，仨人的，仨人的，刘晨，刘晨该说话也得说，有词儿就说啊，这个相声啊有四门功课，对，说学逗唱是吧，没错，这个说呢主要是口齿问题，嗯，这个逗呢也很重要，是是是是，这不逗没意思了，哎，不可乐了、这个唱唱的是什么，唱什么，太平歌词，对了，没错吧，没错，要说这个太平歌词啊，哎，刘晨比较有发言权，没错吧，哎，他最有发言权了，是，我记得里边有一个唱段是白蛇传，哦，哎，刚才包飞他们也唱了《白蛇传》，对对对，白蛇传，我特别喜欢这个唱段，哦，太平歌词的《白蛇传》，今天当着大家，我给大家唱一段，嗨、哎，没听过，哎，正好让你们做个评委啊，我唱的对与不对，好与不好，多多指点，太谦虚了，太谦虚了，听着啊，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岸奇花异草，紫那锦的清香，法海你不懂爱，雷峰它会掉下来，我们在一起永远不分离，法海你真的不懂爱，别逗了，
有意思了。哎，刘成呢？成，哎呀，藏不住。成，仨人节目人呢？成，哎，过来，哎，欢迎一下，刘成的，来，哎，都是朋友，好兄弟，小心点啊，来，闹急了，你瞧，小姐，多高兴的事儿啊，你瞧瞧。从小玩呢，这是没有啊？我是给拜年来了。对，都是拜年来了。你们俩这么不厚道的？怎么了？这不挤得我吗？没有啊，跟我没关系啊。你看不见他那背着那一定是急眼儿，他的事儿。我可一直认为您是好人。兄弟，咱们是亲师兄弟。对呀、啊。我刚才让你说，你不说呀。好，回来我不说了。哎，这么着，你呀、啊、帮着谭大少来一回，那 我到后边喝口水、哎、歇会儿去。没关系，你来。这是谁？就是谁。哦，行了，走了，别去，好吗这样？站好了，像个人似的。其实啊，我们俩关系非常好。哎，刘晨，我们俩都是中国戏曲圈的师兄弟。对，经常开玩笑，不能红眼。是。不过话说回来了啊，还是岁数太小。您是比我年长啊。太善良了，人厚。哪能让他下去啊？我不应该让他下去。不是我挑啊，啊，你都看不见，他背对着你一通就挤过来，你都看不见。我是想防着他来的。你防着他，你还站那边？没防住，他导演的，他安排的，我没办法。别怕，有哥哥我呢。哎、那是。他这次得撅你。那可不是吗？咱这样啊，哪儿丢的哪儿捡起来。怎么捡？不能让下去。怎么着？咱俩弄他一回怎么样？哦。哎。弟弟，谁对你好知道了吧？那您心疼我呀。这我脑子慢啊，师哥，怎么着？有我呢，你哪有我坏呀、啊？是这样，这样一会儿啊，让他心服口服啊，你给他请上来，我要请个假了。是，哎，师哥，来、啊，咱们还得三个人说，还三人，三人说，咱们来一个、啊、来腿子活怎么样？唱一出戏，对，唱一出戏，啊、什么戏？咱们唱这个《智取威虎山》现代戏，哎，现代戏里边有一八大金刚，哎，你就来一八大金刚，我你拿扇子，我拿扇子，头冲这边。你往边上一站，哎，对，往边上一站。我只要念天王盖地虎，哦，他准说宝塔镇河妖。这是原词儿啊。这时候你就啪一扇，我打他，打他。那他不急吗？哎，他肯定急啊！他哎，你干嘛打我？对啊。你告诉他，语气不对。哦，语气不对。哎，这是头一次啊。啊他肯定说，不行，重来，再来一遍啊！我这天王盖地虎，他宝塔镇河妖。接这句。啪又一下，我又打他，表情不对。哦，这回改表情不对了、哎，怎么说都行啊。哦，就为找鞋茬、哎，就找鞋茬打的，这一次两次的你就消了火了。你看，他是比我有主意啊，难怪他不长肉。你看看，跟这没关系。那、哎、就这么着，待会儿您可得做相了。哎，脸上戴假了可不成。哎，那不能。那我叫。哎，您这样，我叫。哎，记住了啊，天王盖地虎，宝塔镇河妖。我就接这句。哎，就这，就这么着。旁边打。师哥，哎，师哥。别去，你来，你这怎么吃了乐玩了？你来呀、啊！这个啊，哎，您没明白我那心里怎么了？不是，我也是干这个的。是，台上逗哏这我能不懂吗？嗯，是啊。您能真撅我？不可能啊！您这一下去啊，显着咱们兄弟生分了。没的事儿，没的事儿啊，没的事儿啊。咱们俩啊，哪儿丢的哪儿找啊？怎么着？还得是三个人说一个。再来一个。哎，对，这显咱团结呀、啊。好，我出一主意。来什么？咱们来腿子活行吗？唱出戏。哎，咱来出戏。哎，咱们来一个这个热闹点的现代戏。哦，现代戏。哎，现代戏，咱们唱一个呀。嗯。智取威虎山。这个。你有吗？我有。师哥，您有吗？我就喜欢这出戏。对。啊，对，打入匪窟那一场。啊，打入匪窟。好吧，对，你来给第一个。哎，你别去，你来吧，去。那个三个人来一个。三人来。那个现代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啊，《智取威虎山》啊，来，我这八大金刚，你八大金刚。那个就是。天王盖地虎，宝塔镇河妖。哦，我接这边。啊，好的。三个人了。三人了。注意了，还没到那句呢啊。三个人了。哎，这个现代京剧有很多。是。也叫八大样板戏。没错。有《智取威虎山》。对。有《沙家浜》。是。有《红灯记》。对。
要说最喜欢的呀、啊，我还是《智取威虎山》。哦，《智取威虎山》。哎，里边有一段穿令海那段、啊，就是打虎上山，对，还有特别精彩，啊、就是怎么来？就是那个当当个当个当个当这个当，哎，当当个当个当个当当当当当的当当当里个当个当，当个里个当个当当当个当个当个当，当个当个里个当个当，这个当。唱啊！把钢弄死！这就得了，别开玩笑了。这哪有宝塔镇河妖啊？这老师啊，这哪是手挽手啊，是他攥着我不撒手。是吗？老师您不知道吧，现在这男人你要不攥紧点，他指不定干嘛去了呢。哎呦，瞧你说的，这你知道吗，我除了喜欢京剧我没别的嗜好啊。那倒是，他做梦都想唱戏。正好啊，咱文化宫啊要举行京剧跳舞大奖赛，我想叫你们两口子合演一出红娘。真的？你演张生，你来红娘。哎呀，逛财，谁演崔莺莺啊？对啊，我请我小师妹演崔莺莺，帮你们两口子拿大奖。太好了，你小师妹是谁呀？对呀、啊，白雪梅。白雪梅，她演崔莺莺。对呀、啊，我老公演张生，我演红娘。把他们两个人放一块儿戳死。对呀。这怎么了、啊、老师您不知道啊，白雪梅原来是他的那个冤家仇人。白雪梅原来是他的救命恩人。白雪梅原来是他的那是初恋情人。哎呀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咱今儿个这可是演戏啊。对吗？告诉你说啊，白雪梅要不是看我的面子，人家都不来、嗯、你们两口子可得珍惜这次机会啊。哎，老师你放心吧。老师、哎、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啊，一会儿呢白雪梅来了跟你演两口子，不准你有什么别的想法。哎呦，你放心，你对我那么好，我能对别人有想法吗？算了吧，你们男人的口号我知道。什么？家里红旗不倒，外边彩旗飘飘。哎呦，你放心，就是家里红旗倒了，外边的彩旗，哎，它飘也是白飘嘛。告诉你啊，那我得时刻提醒你、啊，回头我一掐你胳膊，你心里都就想，我没什么想法，记住了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呦，我没什么想法，我没什么想法。哎呦，你轻点，师姐，彩旗来了。啊？你好。彩旗你好。彩旗？雪梅你好。啊，你好。哎呦，这么多年没见呐，你还这么精神呢。哎呦，你还是那么年轻漂亮。一点都没变。哎呦。我没什么想法。哎，你说什么？他在背台词呢。哎，对，我有什么想法哟？你有这句台词儿啊？有啊，是我们老师啊新给加的。哎，是你问老大。老师，排戏吧。好，你们穿点服装。哎，好的，大伙准备啊。注意听着啊，我说说咱们今儿个排的这折戏。这个张生啊，他来跟莺莺约会，
跳墙进了花园，就见着红娘了。红娘呢，怕惊动老夫人，就借着为莺莺拿棋盘的机会，用棋盘他挡着张生，把张生就带到了莺莺的身边。听清了吗？哦，听清了。哎，红娘。哎，听清了，听清了。嗯，听清楚了，听清楚了。好，你看我这衣服怎么样？漂亮。预备。哎，好了，来了。开始。啊，红娘小织女正在太湖石旁，张生啊，你的机会来了。老夫人睡觉去了，小姐要下棋，我呀拎着棋盘遮着你的身子带你进去。啊啊啊啊啊，那我就躲在你的真不要脸。说什么呢你？我说真不好演。好演吗？下面叫板该唱了。炸炸台叫掌声，明白了吗？哎，明白了。来，哎，张先生，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王令。排戏的时候你规矩点。哎，我规矩点。炸炸台，不许给他留电话。那我给他留呼机。哎，炸炸台，留呼机。你叫我完没有啊？完了，往下走。炸炸台，留。那咱俩眉来眼去的。嗯。这张生跟红娘眉来眼去，这张生不成流氓了吗？这张生啊，跟莺莺就得眉目传情啊。姐妹，来。啊，相姑。啊，小姐。什么呢你？我这学习眉目传情呢。哎呦，张生跟莺莺是两口子，再跟红娘眉目传情，你以为那张生包大奶呢？就是。老师，这折戏我不熟。不熟啊？嗯，成，咱唱下一折。哎，哎，好嘞。红娘领着莺莺去找张生，这莺莺害羞啊，不好意思往前走，红娘就拉着莺莺去叫张生的门。我拉着他去叫他的门。对呀、啊，我怎么那么贱呢？又说什么呢？我是无心甘情愿呢。对对 对, 对, 对，哎，这就对了。哎，我容易吗我？红娘领着莺莺上场。哎。
弟。哎呀，你掐我干什么你？你忘了？我有什么想法呀？程序都一样，家家户户先砸墙。哦，九层，我的新房到了。哎呀，等装修完了，请你们来串门啊，看一看新房的门就是漂亮啊。哎呦，你看看这个门板，你看看这个门锁，你看的，你看，你，哎呀，现在这个防盗门质量真不赖。自己家的钥匙都捅不开呀、啊！黄大锤，哎，我来了！东风吹，战鼓擂，装修离不开黄大锤，砸了那家，砸那家，是让我砸谁，我砸谁？大哥，哎，砸谁呀、啊？咱门，咱，大哥，哦，挺好，门砸了不可惜了吗？哎呦！反正装修完房子都是要换门的，为啥都得换门呢？你想啊，嗯，我让你来装修，是这个钥匙我要交给你吧，嗯，你拿着钥匙就天天来吧。那我们得来呀，一两个月你就走顺腿了啊。等房子装修好了，趁着我们家没人的时候，你可能还来呀。我你这啥意思？你这是？哎呦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呀、啊？
说白了，换门不是为了防小偷的，主要是为了防你们装修的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哎，这不是侮辱人格吗？不是，还防装修的，真要进这个门，我还用钥匙吗？不是，你就我还用钥匙吗？我呀，是吧？进来了呗，还整这事儿给我？对不起啊，没你那么说话的，关键是，不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这个门拆下来，我送给你。对不起，我们农村最不需要的就是防盗门。为什么？家家户户都养狗。不是跟你吹啊、哦、我们的一条好狗等于你们五个保安啊，手里的警棍、啊、吓我一跳、啊、说话呢你说哎快看看我这个新房怎么样，还挺宽敞啊。哎呀，过去不行啊、嗯、过去我只住4平米啊，冬天漏风，夏天漏雨，三口人睡在一张床，这孩子老往中间挤，晚上想跟老婆要亲热，条件根本不允许啊。那还用说吗、哦、一看这个身条就知道过去住的挺窄吧。嗨，你的意思我这个身材是嫁出来的？有关系，你住房子跟我们农村养牲口一样啊，棚矮了不长个，圈小了不长膘。现在房子住的大的儿女全比父母高吗？胡说八道。怎么胡说呢？个子高矮跟房子高低没关系。他怎么能没关系呢？那我问问你，你说姚明的个子高不高？高。和他们家房子有关系吗？网上都说了，嗯，篮球巨星姚明家里的房子没顶棚，小品明星潘长江家里房子像水缸，你看把孩子憋成啥样了都。你可真幽默哟！我发现你更有意思啊！你说买桶油漆还用自己去啊？那当然了啊！装修嘛，就是要发扬四不怕的精神。四不怕，不怕麻烦，不怕出力，不怕返工，不怕生气。为了包工头，防止他给你作弊，就是每一颗小小的螺丝钉，我都要打的亲自去，便宜。螺丝钉多少钱一个呀？1毛1呀、啊！打地费呢？77呀、啊！妈，这脑袋在我们农村就是让驴给踢了。我告诉你，照你这么说啊，有4大基本结果。什么？那就是家底基本搞光，身体基本搞伤，生活基本搞乱，夫妻基本搞僵。哎呀，真有同感、啊。肯定的嘛！自从我装修开始啊，我老婆是天天跟我闹别扭。白天跟你们小工吵，晚上跟我这个老公吵啊。那你得跟大嫂说清楚。哦，白天可以把老公当小工使唤。好的。到了晚上，千万不能把我们小工当老公使唤呢。明白。你占我便宜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们晚上不加班呢，我们扰民呢、啊，对不对？过来看啊。啊。我准备在这个地方装一排这个56寸的背头啊。背头。这个距离就有点近。是有点近。先把这面墙砸掉。大哥啊，没问题，不就这面墙吗？对。人家说，大哥啊，这墙不能砸呀。为什么？这后面是厕所啊。厕所怎么不能砸？你想一下，前面是电视，后面是厕所，你要一方便，那不现场直播了吗？都啊。啊，这个事儿。你怎么一点浪漫都不懂啊？我怎么不懂浪漫呢？你以为这个厕所就是为了方便用的吗？那厕所不方便你还能干啥玩意儿呢？我不明白。你可以冲冲凉啊，啊，你可以泡泡澡啊，啊，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坐在这里看电视，我的老婆站在那里洗澡，那我哪有心思看电视啊？我我坐在这里看，那我干啥呀？砸墙。砸墙，大哥，我上大锤了啊！快点，停！站，哎，大哥，你说，工钱还没有谈嘛？啊，那个锤子不同，那价钱不等啊。小锤40，哦，大锤80。大哥，你这就翻了一番呐，大哥，大锤就相当于大腕儿嘛。哦，这分量出场费肯定高啊。80就80，谢谢大哥啊。80了，80，谢谢大哥。砸了啊，砸。80，80，停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叫大哥呀。轮锤的时候最忌讳喊停，容易腰间盘突出啊。
对不起啊，你在长安，我是想问问清楚啊，啊，你是砸一天要80，还是砸一锤要80？一天80，一锤子80，那不是一锤子买卖了吗？那你干嘛砸一锤喊一句？我这么喊心里不是有劲儿吗？可我心里边没底呀、啊。那你连定金都不给，我不喊你忘了呢？啊，好吧，你这个人毛病太大了，小心眼，喊喊都不行，那就80。我喊了啊，好，80，80，八。大哥，搞定。好，大哥，水管哪里啊？啊，太大哥、啊，好，就在这个地方，给我搞一个喷泉。大哥啊，恐怕不行。为什么？哇，下水管，这个都堵上。大哥，这，哎呀，对的，太味儿了，哎呀，这边不行，砸这边，砸这边啊，80，80，80，大哥，搞定，这边好，啥也没有，这边没有水，啊，变。大哥，我没事吧？我要跟你讲清楚。你说，砸墙给钱，砸我就不给钱了吧？大哥呀，这锤算我送你的，春节大酬宾，砸一送一啊！谢谢啊！哦，太危险了。那可不，你得有装修图啊。是，要不然这玩意一锤子水，一锤子电的。我真要砸出没气了，咱俩全没气了。我，大哥啊，你干啥玩意儿？这是图啊，按照这个图给我砸一个。不行，大哥，承重墙一砸梁下来了。不要砸透，砸一半留一半，掏一个壁橱出来。那这玩意儿要技术了哦，不能大锤轻举妄动哦，先得小锤扣缝哦。然后大锤搞定，小锤好，小锤便宜。你喊啥呢？你喊呢？你不是讲大锤80，小锤40吗？如果再加这40，就120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再打个折，60吧。不干了，别，送你一锤，你咋还摇头反卷呢？80。没那耐性，直接上大锤。80，80，80，大哥，搞定。好啊，大哥，你们干嘛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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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嫂，没干嘛，我只是想拓展一下空间。你拓展空间，在我们家墙干嘛呢？大哥。那不是你家里屋啊，那是我家里屋啊，咋过界了他？大嫂、嗯、我本来不想过界，只是想套一个壁橱。你套壁橱啊？我们家壁橱刚做好啊，我正扫灰呢，好嘛，一个大腿抡过来了，幸亏我躲得急眼，要不然我这个脸呐可就破了相了，知道吗？干嘛嘛真是。哎呀大哥呀，就这模样破相等于整容啊。不是，我就说你说啊，是买个房子容易吗？不容易吧，一天没住啊，让你们就搭成了破房子了。说大哥，你下水管排味儿吧。大嫂啊，不要生气啊，你看唐爷说的好吗？有了这堵墙我们是两家，对，拆了这堵墙也是两家，对，各家是各家，你不能私通嘛。说话吧，我说话不能私自打通吧。行了，少废话了、啊、你们说能办吧？能办，马上给你砌墙。砌，能拆就能砌，能破就能立，挖工我也会。我现在我想过去。砌上走正门，黄大锤，我看你就是一个黄大锤。我也不知道他抠了一半了，我按整个墙使劲啊！你给我砌墙，砌墙行，没砖呢，砖呢？砸他家去了，搬去。我大哥，我不敢呢，我一看他这模样，我也怕，特像啊。
那我怎么办呢？你怎么办呢？你看看这个，大哥，隔壁有动静啊！听见没有？程序都是一样的。哦。先是小锤抠缝，知道？然后大锤搞定。明白。搞定。哎呀！哎呀！干啥干啥？哎呀，大哥，对不起，我想掏个笔数砸火箭了。大哥，咱有砖啊，砖啊！那我这边墙怎么办？你管那么多呢？咱先拆个东墙补西墙呗，大哥。哎呀，我怎么那么倒霉呀、啊？这东一锤西一锤，把我的好好一间房给砸成了蜂窝煤了。现在。谁砸的？谁砸的？谁砸的？我砸的，谁让你砸的？我让他砸的，怎么了？这太横了，可能是物业的。物业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我怕你。装修保证金我已经交过了，我告诉你，我想怎么砸我就怎么砸，因为这是我的家。你们家住几层啊？九层。这是几层？九层。大哥没错，你看这牌子写的怎么？你看不是说你啊？我挂个牌子，上写的九层啊。你知道什么呀你？我告诉你，这是昨天对门那家砸墙，把这个钉子给震掉了。这不是九层，是六层。你们砸的是我家。大哥，把人家给撞了。不能拖欠。你跑，你跑，我让你跑。我告诉你，你跑了和尚，你跑不了庙。今天我坐这死等。楼下有人打电话呢，打愣了，上医院呢。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，几个？不是十一个呀，一个老汉那是教练，天天直泪洒下来，沙场会一场牌，直杀的杨家好不悲哀。当个当个里边当个当，几个当？唱啊！把钢刀塞。